God damn it!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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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你们知道吗？高难度就跟啊以前一样，十秒就搞定，你知道吗 ？OK。然后的话，它机制应该是跟我们这次的活动事情有关，知道吗？会是个从者，知道吗？然后能够被击死的这种情况之下，用两仪式应该是爽过吧 ？Nope。你知道吗？这关其实很简单，知道吗？这一关其实找个 Saba， 杀有够强的，保具三年不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们说有没有道理？哎，你们觉得保绿绿我是不是能保具三年就直接打死啊？说实话，保绿绿的话，但问题是我的弗兰一技会先扣自己10%，知道吗？对啊，我试试看。但我要进去的绿双绿卡，知道吗？绿绿绿 ，OK。只要我是绿绿绿的话呢，那我就大概是赢了80%左右 ，OK。決めたよ。お前は我が城の影に溶けるしかなかった。别闹了啦！绿蓝。干差一点点呢，真的。90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双绿卡应该是够的了，双绿卡。但这差那一记点点，知道吗？我不相信这么邪门。你他妈这双绿，你没有说是谁的？我要是。泳装弗兰的双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哦哟哟，赢啊赢啊赢啊，要赢啊！别挡我降防，谢谢。可以哦，都没有挡哦，都没有挡哦，都没有挡哦。Nice 啦！来，双绿卡，来的那个 ，Daddy。来的那个 ，Daddy。Charge complete。比比的都刚刚，电死！哎，麻痹成功 ！Baby， 怎么好像没了蓝卡，好像更干一点呢？我一定要蓝卡，我第一关反而是一定要蓝卡，所以说我是要绿绿蓝，知道吗？干 ！Nope。Nope， 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 ，BQQ 应该可以吧？你为什么？看来要 ES 的。我要 CBA 产心理装，有谁给我一个可以吗？5米九段刺比较快，我又不是很喜欢用虫，我就跟浮云对着干。难怪这么多人跟你有心机。剑南 OK， 第一关基本上一定够，我宝具就能电死啊，基本上，对啊，宝具都能电死啊，宝具的话，对啊，但后面会不够。嗯，你不是要先停产？不需要啊。蓝卡。95，来打我，拜托，拜托打我，拜托打我，拜托打我。哎，哎，那不就每一回合都打我一下干？好困难哦，最后那一关会出事啊，知道吗？你麻痹他怎么打我？你不要麻痹他的女儿，干嘛？他怎么打我？拜托打我，幽灵打我，幽灵打我，拜托，幽灵，你麻痹他干嘛？啊！为什么你要麻痹他？不要电他，可以吧？不要电他，可以吧？开一击，开了我的 AP 也不够啊！最解的方法是
我所有的卡都有，整个牌组都是我的卡，这是弗兰卡，是最佳解照吧 ？OK。哇，我没在发梦哎，四张弗兰的卡，我看到了。刚有人说五张弗兰卡在做梦吗？没错，正在做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需要这个？不需要这个？这个充钱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多可爱，比别的多刚刚。啊，真的。三十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谁需要充钱啊？说实话。OK。这个弗兰跟这个充钱要选一个，当然是选弗兰，对不对？你们选什么？你们选什么？那对啊，我看看你们是选了什么。弗兰跟泳装弗兰跟这个充钱，只选一个。OK， 只选一个，知道吗 ？OK， 什么芬恩？